喂，虎哥，哎，小鱼，就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他们说，就是你人缘最好，然后有当过这种类似于一统的工作，然后我也想要学习你，然后我也想要做一个一统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那首先从你发朋友圈的这个数量就不够，你得从工，我就给你画三个重点吧。第一好。点就是，首先你先从现有的工作开始积累人缘嘛，先认识，先多认识。认识，第对。二点，多分享，就是分享你此时此刻在干嘛。大家看到说，哦，原来他在做这个事儿，那接下来我做的这个节目可能会用得到他。第三点就是你做好每一个工作嘛，那样回头客才会更多嘛。Yeah。